打开京东 APP， 点击京东新百货运动服饰、美妆、居家、奢品、钟表随心选，还有超级欢乐大礼包。感谢儿童牛奶大品牌原生营养 QQ 星联合赞助播出。手机随心折，快乐不打折。本节目由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杜小满特约赞助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下载 APP 赢好礼。有喜剧梦想的你，想参与喜剧大赛第三季吗？想和节目中的喜剧伙伴一起拥有你自己的喜剧作品吗？属于你们的校花学院已经开学了，无论你是演员编剧都可以报名加入校花学院，学习喜剧创作，找到喜剧搭档，创作和表演自己的喜剧作品，也有机会加入喜剧大赛第三季。微信关注东西门，回复校花学院了解相关信息。今天依然是我们的故事主题赛，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六个作品完成了表演。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排名。这次用了合作赛，首先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比淘汰赛要好，可以集结的力量更多，这就说是共创让人最高兴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一起组队的时候，跟姐姐们形成一个互补的状态，又有搞笑又有逻辑，我们组合在一起能互相给彼此刺激，构成一个很好的表演。那可比我们开发了一个待遇。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你找一个讲过的状态来讲，每个人都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了自己没有的一些特质。从我们两组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已经要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我们的爆发力是很惊人的。对，糟糕糟糕，大事件发生，好好说话，出大事了，完了，我都想跳海。毛不及的额头啊。爸爸你们谁是谁弟弟？你上去。很难得在一部作品里面五位演员个个有戏，每一个人就是分配的都非常好，然后当你上舞台了之后，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了。压力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啊，觉得那个演员演得好，作品好的时候啊，跟着一块欢欣鼓舞，那万一那边有点尬呢，这边那个瞬间就不知道做何表情和那个什么哈，是不是？尴尬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表情？尴尬的情况下暗示我，暗示你，嗯，那就用那个他两个有标志性的笑声，我们统一一下怎么样？阮丽，你那个笑声是被他们后期做了音效吗？嗯。这个笑声是十五年前的。这是窖藏的呀，十五年的。你的超幸福。是你的超幸福。十五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年轻。那时候你还是男生。于老师的，我什么笑声我都不知道，我哪个笑声啊？你上半场才自己来了一下，那啊那个自然流露，那就是就是，英灵般的笑声。看人家多轻松，自然流露啊！于老师不行，咱们就把鼻子醒醒，没关系。对对对。那个玛丽他们演了好多电影啊，有些千年的老桥段，比如说灵魂互换呐、啊、身体啊什么的，那种，你演过这种片子吗？灵魂互换，哎呦，我没演过。你今天试试。
就比如说现在于和伟换成我了，对，啊，那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于和伟呢？我觉得特别好，真的，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好，真的。啊，于老师，你怎么能让人相信，其实你是李诞呢？诞总啊，诞总不太好模仿，诞总会。好像，好像，好像，好像。好了，现在到蛋总了。蛋总怎么能看出来你身上装着玛丽？太过分了，这也太难了吧。这样，我为了你，我淑女一点。你找那个低音，找哪个低音？范总，我就这么吓人吗？我以为你要起来后，接下来给大家来个铁锅炖自己。铁锅炖自己。这个好，这个好。下面将是一段激情饱满的段落。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感谢酷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新百货，爆款百亿补贴，限量一元抢。京东，横看竖看是精英，难道喝了 QQ 星？感谢儿童牛奶大品牌原生营养 QQ 星联合赞助播出。手机随心折，快乐不打折，感谢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赞助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感谢值得信赖的杜小满特约赞助播出。好，谢谢所有赞助商。今天依然是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这个赛段每个小队会和不同的小队两两合作，一起共创作品。四场比赛结束后，作品总分排名前六的小队将晋级决赛。本场投票观众是116位坐在2层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组委会的5个人，每个人都是100分，一投就是100分，总计今天的总分是12100分。喜剧小队们冲呀！京东，来，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军师联盟。出来选择的是小婉管乐，我们想选的小队某某某，说啥呀，上吧。哎呦，好养眼啊。我们跟管乐认识很多年了，就几年前我们就一块演过戏，因为演一个话剧叫我爱城嘛。而且我们本来三个男孩的组合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然后如果是合作赛的话，我们肯定是优先级肯定是女生，为我们的作品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来吧，一人交个 game 点来。现在天呀，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冲动的？我觉得可以聊自己的事儿嘛，这肯定在某个不同的阶段都有自己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自己可以有感而发的事情。刚才脑子里我构思一个事儿，就是舞台事故这件事儿，能不能做？肯定可以，你肯定能做。其实可以。就现在能不能迅速想一个前提出来？我刚才想的类似于，应该是因为舞台事故这件事儿，你怎么让观众直接感觉到共鸣？因为这个事儿只有演员自己知道。对，除非你说。看着嘴巴。这怎么鼓起来的？这都是重点吗？我都醉了。这有个揪吗？不是，嘴唇上都有揪吗？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揪呢？哎，你看嘴巴怎么长样子？这是重点吗？是他俩那个状态就是太嗨了，我们跟不上。咱们先弄一个淳朴的，开山大树之恋。对，山大树之恋。
那是我们想做的，陈同学，我也干了，山楂树之恋，或者，或者，或者我们可以演那山楂树之恋，舞台事故，舞台事故，我们演的是什么？我认识管院的时候，管院还不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大组啊，有一些人需要管理。就那么两个，咱们其实虽然是朋友，但是其实也需要磨合。之前某某的创办风格大概是一个比较严格严肃的这么一个方式。我们俩在创作的时候，吃好喝好玩好的状态，就开心了才能创作出开心的东西来。我觉得小品管乐给某某带来的是欢乐，还有一个是融合。他们俩身上有他们俩很独特的魅力和可爱的地方，我们组合在一起，然后我们能互相给彼此刺激。这什么东西呀、啊？比我们开发的太远了，这什么东西啊？给我们三个打开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它像是撕开了我们那个框架的一个口子。在作品里面，你们能看到不一样的小碗管乐，能看到不一样的某某某。对对对。某年某月某晚，加油！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军师恋盟》。欢迎光临赤壁厅，就餐祝您红红火火，鸿运当头。我是赤壁厅的专属服务员任森宝，请问您现在点餐吗？我一会儿再点吧。那行，菜单给您搁这儿了，有事叫我。好，很高兴为您服务。哎，大哥，你到哪儿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今天要约会，要浪漫，我让你给我订个西餐厅，你给我订一什么厅？什么赤壁亭，还至尊宝，这根本就不配套！哎呦，气死我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现！哈哈哈哈！主公莫慌，微臣驰骋情场多年，今日一战必助你大获全胜。兄弟，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你对小婉姑娘一见钟情已经一年多了吧？你好好说话，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下来。一年间你面对这段感情优柔寡断，两人关系毫无进展，是或不是？哎，所以我叫你来帮我嘛。那你说我一会儿该怎么办呀？我要不直接跟你表白吧。你喜欢他吗？你这不废话吗？那你确定他喜欢你吗？我不太确定。是啊，你都不确定，你表白万一被拒绝了，是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不至于吧。孙子兵法有云，谋定而后动，先胜而后战。战什么战？我这谈恋爱又不是打仗。胡说八道，恋爱就是一场战争。兄弟，这受了多少情伤，都让人伤魔上了。人小婉马上就到了，你能不能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一下？干嘛？有人。不，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 ？Hello， 林峰。Hello， 小婉。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刚刚被加去拉班，班去拉加，拉去加班去了。没事没事，你要是上忙特别班的话，一会儿咱撤完了，你可以先吃。先坐吧，先坐吧。好。赤壁亭啊，哇！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小婉，你先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兄弟，兄弟，兄弟，他快到了，他已经坐下了。啊，小婉，这是我好哥们张唯一。小婉姑娘，你好。你别见怪啊，他这人平时穿衣服就是有点啊，古风是吧？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帅的。好高的情商啊！我的好可爱啊！我不行了啊！哎，我现在该干嘛了？点菜啊，让他先点。好。小婉，嗯，你看一眼菜单，看看想吃点什么哈。好好。这有何深意啊？主公，你吃不了辣。如果小婉姑娘点菜不辣又不贵，正说明她一心为你。哦，此乃投石问路之计。
啊，我吃什么都行，你点吧。好，一招反客为主。这招也不行啊，你这计啊。不慌，让我来点。服务员点菜，至尊宝为您服务。给我来。你干嘛去了？刚才隔壁厅一直在叫服务员，您是？我点菜啊。哦，您是客人是吧？不好意思，穿得跟我们家服务员似的。您吃点什么？鸳鸯锅套餐。哎，得嘞。就你叫至尊宝是吧？啊，我记住你了。哎，唯一跟我的一个朋友特别像，是吗？都挺有性格的，我都担心她嫁不出去。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个人吧，情商比较低，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情商怎么又变低了？我好可爱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开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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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红火火鸳鸯锅来了。哎哎哎，辣锅冲哪儿啊？哦，冲我吧，他吃不了辣。啊，菜马上就来啊。兄弟，你品出什么来没有？他是不是喜欢我？主公切莫轻举妄动，在刚才短短几分钟之内，他分别使用了反客为主、无中生有、指桑拉槐，好一套连环计。喂，你在说什么？此女绝对不简单，背后必有高人指点呢。你想太多了，别一惊一乍的。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呢？我这哪儿还有别人呢？命叫我负天下人，树叫天下人负我。婉月，我朋友来了。你干什么呀？怎么穿成这样啊？不是说好了今天来当你的军师吗？那你这有点太吓人了吧你？主公啊，我们中埋伏了。好一张瞒天过海。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了。我确定他喜欢你。你真的？我全都听见了。死样。那我去表白吧。不可。不可。为什么呀？谁先说谁就输了。小婉姑娘，哎，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好朋友管乐。啊，管乐是吧？你好你好，我是凌峰，这是我哥们唯一。他俩穿的还挺搭。你咱们先坐来。先坐吧先坐吧。啊，咱们人齐了，先提一杯吧。你就是凌峰是吗？啊，是。总听小婉提起你。啊，是吗？哎，你是不是喜欢小婉？兄弟兄弟兄弟，他问到我脸上来了，我该怎么回答？我想说，我想说，我想说出来了。不行，谁先说谁就输了。那我韬光养晦，卧薪尝胆。我怎么吞吞吐吐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凌峰喜不喜欢小婉不重要，反正小婉也不喜欢凌峰吧。嗯。金妹金妹金妹，他扎到我心里来了。我想说我想说我要说出来呀。不能说不能说，谁先说谁就输了。那我按兵不动，以退为进。支支吾吾，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开个玩笑，何必认真呢？坐。我是翠翠菜。坐。还是催一下吧。坐。干嘛催呀？已经很坏了。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真的。喂，你干嘛？哎呀，凌峰，你这料里边怎么有辣椒啊？嗯，哦，你吃我这个吧，我这不辣。啊，谢谢。小婉是知道凌峰不吃辣的啊。对。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因为我喜。喜什么？小婉，你糊涂了！我当年就是犯了这样的错，我们女孩就不能太主动啊。那怎么办？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看我的。喜什么？西部的绿在我卡里，他们的是很素，他们的是很素。哦，我踢一杯啊。
兄弟，刚刚那一趴是什么东西啊？好一招莫名其妙，事情变得有趣了。来，小婉吃个虾。哎，他不能吃虾，他海鲜过敏。你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啊？因为我洗。洗什么？周公大义啊！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谁先说绝对没有好下场啊！那怎么办？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莫慌，看我斗转星移。洗什么？洗洗不了。西西错的错的错的西不得的这我看的大明的汉中汉中汉中来来来我喊一个喊一个喊一个哇哇你的那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想学啊啊加个微信回头教你来啊来啊来啊哎呀这空调开这么冷你还扇扇子啊啊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哎小婉你冷不冷你披我外套吧哦你呢我不冷你没事、啊、你披上吧谢谢、啊、哎呦哎呦手手哎呀呀呀怎么了你干嘛给他披外套啊我怕他感冒啊感冒就感冒呗感冒难受啊难受怎么了反正你又不喜欢他我没说我不喜欢他呀那你就是喜欢他周公兄弟兄弟兄弟我要怎么回答我默认了我竟然中了他的美人计难怪他要加我的微信呢、啊、那我帮你把他删了不可我想留着主公今日你我兄弟二人共病丧于此今生于何生量啊罢了罢了我说我说我全都说且慢我还有锦囊妙计待我釜底抽薪张小婉哎哎我在听闻你曾经有一段七年的恋情最后无疾而终今日对我主林凤扭扭捏捏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男人一派胡言啥时候的事儿你都没跟我说过那时候咱俩还不认识没事我不在乎扶不起的阿斗啊既然背景调查谁没有啊左林凤弄的好嘞传闻你上次分手之后至今单身今天对小婉支支吾吾是不是忘不了上一段感情我是哎我不是不是你就跟他说我说什么呀说你喜欢他说你喜欢他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你别勾了我谁勾了谁呢咱俩这行了别闹了吧吃饭红红火火给您加馅汤来给您加馅汤来哎呦烫着了吧啊没事哎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没事你现在感觉不到疼你赶紧摸耳垂、啊、摸耳垂能好点、啊、能降温你赶紧摸耳垂、啊、好点了吗好多了我要不让冰块给你拿点服务员过来我说呀说呀你先说你先说说出来说出来说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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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我喜欢你他俩同时说的咱俩算平手那你愿意我愿意那你可以我可以你可以什么呀我什么都可以什么时候能吃他俩的喜酒那吃喜酒总得先结个婚吧结婚那也就是说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主公你干嘛呀主公你且稍坐待微臣为你打出一片江山看我给你拨出一个未来至尊宝击鼓助阵关月姑娘你我虽一见如故但无奈各为其主得罪了请吃饭管院
你是希望他们二人白头偕老的，对吧？那是自然。所以有些事情要先说在前头。同意，张小环。哎，我先问你，以后袜子谁洗？我洗。不可，左凌峰，以后地板谁拖？我拖。不可，张小环，以后一周我跟我主凌峰可以喝几次酒？看他喝完酒后几点回家？十点之前。太早了，太早了，菜还没上齐呢。张小环，我再问你，吵架谁先道歉？谁错谁道歉。左凌峰吵完架第二天要不要哄人呢？吵架就不能过夜的呀。那他做不到的事情能不能别随便承诺？你在说什么呀？他能不能每次吵架别总玩失踪？别闹了，咱吃饭吧。坐。这事儿跟你俩没关系。他能不能别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他能不能吵架的时候别只讲道理？他能不能别总是敷衍我？他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谁会否定你？你没经历过，你根本就不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你了解我吗？那你了解我吗？那让我了解了解了。怎么了解？谈恋爱吗？来呀，谈呀。来呀，谁怕谁呀？谁先说呀？谁先说谁就输了。我喜欢你。你确定吗？确定。那你追我。好。哎，我真追不上了。啊？他搞体育的。哎，真好。是啊。哎，你说的对啊，他俩是真般配。那咱们这一季应该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哎。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咱们俩在一起过。不知道。那会儿咱俩还不认识他们呢。哎，刚管爷说咱们俩分开之后你没再谈恋爱，真的假的呀？我根本没那闲工夫。你呢？你后来找了吗？没有。怎么还不找？你不是着急结婚吗？你耽误了我七年还好意思问呢。你看我这眼角纹，你看你看你看。没事，你要实在找不着合适的，我给你兜底。是真难追啊你！一百米多少秒啊你？十秒九，你呢？18秒7。那你要加油了。请指教。作品投票，3、2、1。这一代人是受周星驰多大的影响啊？是不？来，有请演员。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某年某月某晚。这个作品是这个点子谁出的？这个原点来自于，因为一开始是想我们的故事嘛，然后我就想起来一件我小时候跟我哥们儿一起，然后我就给他当过一个这样子的恋爱军师，就是他不会跟女孩交流，但是他喜欢那个女孩，然后他们策划了一次约会，我说我陪着你去，我说我给你演傻子，我就是衬托你的高大上。
就是他俩一尬住的时候，我就出来，我就活跃一下气氛，然后就能让他们两个顺利的聊上天儿。一般这种情况下的结果都是你跟那个女孩最后好。哎，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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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极傻的那一种，就是眼儿都翻起来，就这样。对，然后后来那个我听到林峰说这个点子其实就是僚机嘛，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他的半傻，本身他不傻嘛，他其实使的是一计，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像军师一样，然后我们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它做成像三国里边的军师一样，然后两军斗法，军师联盟，军师联盟，对，军师，所以叫军师联盟。本儿太好了，这编剧太好了。对，但我觉得除了剧本之外，演员是真棒，特别棒，真好，真好。因为你剧本没有这样能力和节奏的好的演员去完成的话，它是呈现不出来的。对，所以而且我特别想说说两位女演员，我就觉得做女演员、女喜剧演员，能像你们这样有身材、有颜值，然后还有演技，节奏又这么好，太棒了。李老师，你也不唱啊！谢谢啊。很难得在一部作品里面，五位演员个个有戏，是那个搭配的那个节奏感特别好。其实上来这穿一身军师，这形式已经很夸张，其实不太好代入，但最后可以整出一个至尊宝出来，你都能相信。对。但是最后是因为买不起《一生所爱》的版权吗？为什么不放《一生所爱》？因为其实至尊宝是后来想出来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用《完美夏天》这首歌，然后它因为它的歌词很准。再见爱人，我的心已疲惫，只想逃脱伤痛的轮回嘛。没事，你要实在找不着合适的，我给你兜底。干嘛呀？这么喜欢我呀？后来呢，是唯一是个西游迷，他觉得林峰和小婉最后两个人就像夕阳武士和紫霞的转世，最后站在城楼上那一段，然后他说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他就是至尊宝呢？哎呦，后面那一下太厉害了。对，原来其实有一个底子，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新的恋情的开始和一段这个旧的这个恋情的结束。我当时我看到最后那块了，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我就不希望他们两个人分开，所以我说那最后不要让他们留遗憾，把遗憾不要把遗憾留给至尊宝一个人啊。非常我现在还是要表达一下刘同，他的那个松劲儿，他那个状态，真的，我是从演员角度出发，我觉得太棒了。就是说你这个状态会让你的角色很帅。哦，谢谢老师。刘同，你那俩鼓槌应该不是京东买的吧？因为怎么上来就折了，就是。至尊宝。把你搞什么回击啊？对，应该是对，就是朋友平台，别的平台买的，对，也不用这样，这个对客户有点太好了，我你在京东再重新买一对就行了，你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就只在京东买。哎，难道没有在真的表演当中、舞台当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刚才你看着你，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就跟没发生。对，只要还能打，我拿手也能打。准备节奏，四、三、二、一，站起来。来吧，我们看看分数哈。来看一下观众得分是。组委会得分，谢谢大家，谢谢。总分是11630分，加油啊！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开心，还有一个作品呢，亲爱的。积分赛，两个相加嘛。对，走吧，弄另外一个吧。走吧，好，下一个作品，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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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们来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哈。今天是一个隆重而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李诞老师33岁的生日。嘿，谢谢，33窜一窜，谢谢。本来这个时候呢，应该想起生日快乐歌，对不对？来吧，咱们一起唱吧。别，好的就甭唱了。对对对，咱们不搞那些俗的，什么灭灯啊，什么那什么，但是咱们该送的礼物还是要送，对不对？那个听说是李诞老师的生日呢，这个京东新百货哎，五大品类都给李诞老师送上了生日礼物。哎呦，会灯。他们的生日礼物呢，就是五张贺卡。这五张贺卡呢，要求就是李诞老师都得念一遍。哎，千万别嫌弃啊，这个来，祝李诞生日快乐，闪闪发光，奢品万表，正品保障，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谢谢。玩专业运动装备，逛京东新百货新款冬装，科技保暖，逛京东新百货选大牌正品美妆。借着京东新百货啊，这个是祝我按时回家是什么意思？选家居家装，想省心服务，逛京东新百货。也祝大家总能选到中意的。好，行吧，太好了。那个李诞的生日咱们就过完了，来准备看节目。张老师，请丹总把椅子抬高一点。哦，对，来，你把那个椅子稍微升高一点。这是导演组给你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礼品，叫生日蛋糕。哎呦，这个太狠了！我惊呆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用心，同时这么破的礼物。谢谢，感谢。礼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哎，这个，来，好。我们准备好了吗？好的，但还是调回去吧，确实太高了。好，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好兄台。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好兄台。好兄台讲的就是好哥们儿的故事。对，讲的就是好哥们儿。我刚才说过了，哥们儿。好哥们儿，他口头禅就是好哥们儿。哦。纯是好哥们儿，那你俩分开住？那不行，我俩是一体的呀，我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我那边呢？你没啥事儿你就走吧。纯陪伴。纯陪聊。我是觉得这个人，你只要在世界上面，你就肯定会有。是有好朋友跟你构成的。对，朋友是一辈子的事情，跟爱情一样。这次我们将带来一个关于李白和他好哥们的作品，《将进酒》《杯莫停》《好兄台》《指定行》。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好兄台。哎呦，李白的诗也太难背了。
喂，小娟。天放，球赛马上开始了，我去你家看行不？你别来了，我诗还没背下来呢。啊，你还没背下来呀？你太笨了你。李白的诗太难背了。大哥，李白的诗最好背了，你得有点画面，加上点情感，再懂点理解，你就背下来了。哦，好，那我试试吧。大笨蛋，拜拜。画面，情感，理解，这咋背？唐天宝年间，秋，诸事不顺的大诗仙李太白四处散心，试图缓解焦虑，没想到越缓解越焦虑，越缓解哎他越焦虑，焦虑的诗仙李太白竟然写不出来诗了。可恶啊，怎么就写不出来了？小二，上酒。李白老师啊，你今儿都喝100多杯了，你还喝呀？喝呀，喝完这杯再来300杯。白哥，你呀、啊、肯定有啥烦心事儿，你看我陪你聊聊天，你别喝了。你看这，怎么了？你们店里没酒了？酒有，问题那杯不够了。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喝一杯你摔个杯，你这也太伤杯了。没有杯你就拿坛子上，快点。这李白完了，这李白呀。谁扔的杯？哎呀，谁扔的杯？砸我一脑袋大包。大黑长头发是你扔的不？抱歉了，我喝多了。喝多了你也不能。哎，李太白，是李太白吗？从背影都能看出。哎妈，小军儿。你是我发小腾军吗？太白，真是你啊。哎呀，你咋在这儿呢？太白呀、啊、你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是啊。哎呀，我在这边经商啊。咱们上次见得是12年前了吧？12、13年前吧。我还记着，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你才到我这儿，这次都到我。嗯、说话还是那么难听，出手还是那么重。太白呀，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不是在长安当大官呢吗？你怎么来这儿了？哎呀，别提长安了，我在那儿处处受人排挤，估计很快就要被人贬了。啊，让咱撵了、哎、你别，这是啥情绪？哎哎，军儿你干啥？别你、啊、哎军儿你干啥呀？你我哎，你别吵吵了。龙基要贬我。李龙基。嗯呐。没提我吧？我提你有啥用？好兄台，要不说咱俩是好兄台呢？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其实我跟你说啊，李白，你要被贬了也是好事儿。那你要被贬了，四处游山玩水的，那多快乐，多自由啊！那倒也是啊。再说了，就算你李太白被贬了，你也是那个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太白。诗仙也别提了吧。这咋啥也不让提呢？我现在写不出诗了。你可拉倒吧，你李太白你还能写不出来诗？是真的，我现在一提笔啊，我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估计诗仙这个名号啊马上就要拱手让人了。太白啊，那你别焦虑啊，你是我见过最擅长写诗的人，你肯定能写出来。主要是我创作平静了。你看看问题找到了吧，你当诗人你不能太平静，你得澎湃起来、哎、不是那个平静，你喝点酒。我说的是这个平静。嘎嘎跟哥们喝酒、哎、这个平静、拿碗喝了。哎呀不是，小二啊、哎、拿俩碗来。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了。你说不明白咱就写。
啊，小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陪着你写诗，写一首成一首，肯定能写出来，我帮你。这能行吗？肯定行。最近有啥灵感没？写纸上。没啥灵感呢，就是头疼。头疼了？是有点流感。没事，我帮你写。你写写月亮。有点伤感。那你写写官场。没什么好感。写我，看着我写，肯定能写出来。甚至有点反感。哎，这忙着脑洞高吗？哎呀，不是不是，小军，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压力大呀。太白，我明白，你不用这么大的压力，你相信我，你肯定能写出来，你是最棒最棒的。你可别捧我了，我在你这儿就没有不棒的时候。咋的呢？小的时候我吃饭多，你管我叫范闲；我舞剑，你管我叫剑闲；有一回跳高比赛我得第三，你管我叫第三闲。这不挺好吗？好啥呀？现在人人叫我诗仙，这称号压得我都想跳海。太白，就你这才华，跳海了你是大海鲜？谁要点海鲜？没人点海鲜，我在那干啥去吧？不好意思啊，听错了。哎，小二，你回来。我问你啊，李太白的诗你都听过吗？那肯定听过呀。那大漠孤烟直，长河滚滚，是王维写的。他都啥样了，你还刺激他？不是哥，我不记混淆了吗？但李白老师第一天来我店里，我就说了，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因为李白的诗朗朗上口，且富有节奏感。节奏感，太白，我想到办法了，我肯定能帮到你写诗。啊，你等我。小军，你去哪儿啊？哎，李白老师，我平时啊也好写点诗啥的，你给我看看我这诗写得如何呀？我自己都写不出诗来，还哪有能力教你呀？那你这李白老师，你别灰心呢。太白，现在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好友啊。鄙人袁丹丘，岑勋。这二位不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这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节奏大师。太白兄，不必多言，你的事儿啊，今儿都跟我们说过了，写诗节奏感非常重要。对，而今天我们兄台二人就是前来给你带节奏的。不是，这能行吗？军儿，你听专家的吧。行不行？试试我就知道了。丹丘，奏乐。啊？哎，太白，来点感觉没？没有啊。那我先来。日照香炉生紫烟，我的遥看瀑布挂前川，我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不久天。床前是明月光，疑是我地上霜，举头是望明月，我低头思故乡。太白，你来感觉没？我没有啊，这太另类了。你提笔，你提笔，你提笔，提笔，提笔。我提笔在画西游，哎，山外青山楼外楼，好，多少次再回眸，我忘不掉。我完了，我这写的啥玩意儿？我这不完了吗？我给我大嘴巴子，我完了。太白呀，你这是咋的了？这不写挺好吗？好啥呀？你见过谁家诗仙写这玩意儿啊？那你站在诗仙的角度上，我没法评判。那你站在好兄台的角度上，这诗写的没毛病啊。对呀、啊，李太白没毛病，李太白没毛病，李太白没毛病。行了，你们就别带我节奏了，你们太吵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烦死了。气成猴了。太白呀，那你自己待会儿，我再去想想办法。哎，撤，这不行啊。我这是怎么了？人家小军一心帮我，我还处处怪他，我压力太大了。如果能重来，我真的不想当李白了。哎呀，那要是能重来，我想当李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抖透女孩。你上一边抖透去。哎哎哎，小二，你先别走。我是不是话重了？你别内疚啊，我没事儿。白子，哎，谁说你了？我说我发小啊，他走了吗？还
哎呀，救人！救人！太突然了，刚才是我不对呀、啊。太白，刚才是我不对呀、啊。你说你现在都写不出来诗了，你光靠节奏感有个屁用啊？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缺少了之前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主要我现在一点士气都没有，我哪来的气势？太白，我有啊。啊？都上来吧。都上来。嗯谁呀、啊？又来了，又来了！哎，这打怎么了？来来来，三哥，来了，这都是谁呀、啊，小春儿啊？你别管，这都是来给你提升气势的。这里太白，你不太白呀、啊？哎，什么黑白的搁这？我讲两句啊，太白，你无需多言了。这些人都是我找上来帮你提升气势的。但是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写不出来呀。一会儿啊，我们都不说话。默默地给你气势，那我也气势气势，我气死我了，这能行吗？上去，立正，下下，别哎，这咋都坐下？哎，不是，哎，各位，哎，你们这是要干啥呀？我真写不出，哎，我平静，我现在一提笔我。那我写吧。小二，你说你上来干啥了？他这一下就给我灵感远没了呀！太白，那灵感怎么能远没呢？我就奇怪了，你说那写诗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啊？是啊，曾经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自从人人叫我诗仙之后啊，我这一提笔，反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太白呀，你是不是让诗仙这个名号压得太重了？那你现在啊，你成诗仙了。那想当初写那首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就不是诗仙了吗？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的嘛。那首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不是诗仙写的。那时候我还很散漫的嘛。那你写这首今生我是店小二，来世我有大师范，就不是诗仙了吗？那时候我还在干服务。这是我写的。这他写的。这是我写的，下去掉，哪儿都有你呢，怎么？三位兄台啊，哎，多谢你们呢，你们费心了。说那没有用的干啥呀？现在就是担心你，整个就是一个担心的大动作。军儿，你不用担心，你就放心的走吧。等你走了之后，不是还有我们兄弟二人吗？对呀、啊，太白今天也别住这儿了，上我家去啊。军儿，你要走？你不是在这经商吗？哎，你说这不巧了吗？太白呀，我这商队明天就要出发了，那我也想多陪你待几天。问题我是骨干，出去去算账啥呢？烦。那你怎么不早说呀？那我还写什么诗啊？咋不写呀？必须写，今天必须写出来。写。我就不信了，咱还有一宿时间，咱帮他写。写。你去歇会儿来。我可以。我先给开个头来。哎，你开什么？你开什么？不是，他现在还没有灵感。你得让我写吧，就写。你得让我写。那我给他写个李白行不？你写啥李白？你写。他现在不动啊！我不写诗了。啊？不写诗你要干啥？你明天都要走了，咱们下次再见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我还写什么诗？你说你那你不写诗你不伤悲吗？你哭起赖猴的你搁那。我有你们三个这样的好兄台啊，我还写什么诗啊？我还伤什么悲呀、啊？不当大师仙了又不当了，这大师仙当的我贼难受。我今天想当个第三仙。谁要第三仙？你说我想一出是一出。我要的第三仙还有那个大海仙，好酒好菜全都给我上来，我要和我的好兄台们一醉方休。好，来，痛快！小二，拿去换酒。嗯，
拿着。哎呦我，哎呦，这不喝了啊！好，我就来。小军啊，明天早上我们去看黄河吧。不了，太白，黄河，我想在你诗里看。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军儿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小军儿，我写出来了，我写出来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小军儿，等我去找你啊！大家给这个作品投票，三。二一，我看这个编剧排第一位是酷酷的疼，这个这么一个粗糙的外表下，为什么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文雅的灵魂瞬间？这个文雅吗？来来来，有请演员。哎，大家好，我们是黑犀牛。哎，老师，我能不能把我那些好哥们儿都……那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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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来吧，哥们儿们，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全都是这个好兄台。我看那个编剧是酷酷的疼啊。哎，哥，是我们一起吧，我们大家一起共创吧。谁那个？你别老在这攀呢。老师，老师，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么一个作品？我们还是想呈现尽可能多的不一样的一面，啥好玩我们就演点啥，想演啥我们就演点啥，因为不一定再有机会。能去演这样的角色了，就是这么简单。那肯定没有机会了。对，百分之百。天放是肯定没有机会，除了这个舞台，没有任何机会演李白，我那是。对。但我觉得你这身好帅呀、啊，真的。谢谢王亮老师。和之前那个紧身裤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人就叫可盐可甜，哎呀。我之前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紧身裤先上台了的话。那李白有没有可能塑造失败？没有，我觉得我眼前一亮啊，真好。谢谢老师。而且我觉得你今天怎么看着好像郑中基呀、啊？啊，我吗？啊，真的，啊，真的，好像啊。你要说郑中基演李白，我又觉得合理了。当我得知我就是要演李白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忐忑。首先，就是我们还会去查各种各样的资料啊，为了就是让李白这个角色更加丰满啊，和贴近这个历史啊。是哪个资料告诉你李白是东北口音的？是哪个资料告诉你李白喊麦的？刚才我们还在想这件事儿，就是上一组他们演的时候，就是尽力的在来东北话，而我们是刻意的去规避，但是还是会流出来。规避了，规这都规了，狠狠规避了。哎，顾写诗，你不伤悲吗？你哭唧赖嚎的你啊！谁家诗仙写这玩意儿？不是，他酷酷的疼写这个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也不考虑演员呐、啊，什么就这些自然条件是吗？没有，我其实马东老师，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想做李白，然后其实发现我们这个题材就有点选错了。
因为无论你怎么去讲，你也没办法很好的把这个李白的这个人物呈现出来，因为他有太多的不一样的面了。但是我们想选择一个李白斗酒诗百篇和他朋友无数的这样的一个面，因为李白给很多人写过诗，但他不一定给他老家的发小写过，所以就想老家朋友看到他在外面给光光给别人写诗，就不给自己写是啥感觉。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跟天放，我们两个就是老家也有很多很多发小，每次我们回老家都很支持我们，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面吧。我老家的朋友，因为我们从小真一起玩到大，所以感情特别特别好。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创作上会有瓶颈嘛，然后老家的朋友回去了之后，过年回去了，大家会坐在一桌上帮我支招，说你就跳社会摇，肯定没问题。就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家都会帮你去寻找新的创作方向，然后第二天反倒创作欲望会更强。但不是因为说他们有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或者怎么样，就是把心态放平了放宽了，觉得还有很多人这么爱你，就是会激励我吧。想通过这个作品送给老家的那些朋友，虽然我们一年再见一次面，但我们很想他们，很想。你送给谁？送给王启，这一个我剪进去。王启啊，给你整那啥了啊，给你整这个播出一年一度喜大赛提你了啊。我送给王子林啊，那是我的好哥们儿，我在北京一切都好，别担心我。大家都好好过年见吧。来看分数，看一看观众得分是。来看分数，看一看观众得分是9100分。哦，组委会得分9300分，回去休息，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哥们儿刚机的，跟李白说咱们哥们儿刚机。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就是李白有可能就这样，因为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很难正常的。如果李白就这样，我真的觉得他太可爱了。今天酷酷的疼心里的李白是对李白这个形象的再创造，可能我们会说，哎呀，这跟历史上的李白不是这样，但是这就是我们说1000个人心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写一句得意的诗，就是那种得意忘形的笑出来，其实这其实我觉得这都挺李白的，这样才可爱啊，他才是诗仙啊。京东阿奇呀，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轻松潇洒啦，实现双脚自由，说走就走。打开京东 APP 广京东新买货，发现可以期待 RV 电动旅行箱。见钟情，一表情深。打开京东 APP， 逛京东新百货，发现糟糕是心动的感觉。三宅一生情侣手表。谁拍谁神奇的神仙水？打开京东 APP， 逛京东新百货，发现天然宝石扛把子 SK2 经典神仙水。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幽默的女人？双手叉腰，腿抬起 ，Ready Go！ 你快说呀！幽默无需刨根问底，镜子前面练练自己。打开京东 APP， 逛京东新百货，发现在家就能练的 feature 健身魔镜。阿奇，你好了没啊？我想洗澡。温暖清新，让你欲罢不能。打开京东 APP， 逛京东新百货，发现给你霸气温暖的奥普热能环浴霸。阿成，你这个浴霸在哪儿买的？打开京东 APP， 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京东。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感谢酷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新百货，爆款百亿补贴，限量1元抢。京东。
做有趣的大人，开好看的车。感谢给你双屏互联畅爽体验的都市高能 SUV 别克昂扬行业赞助播出。噔噔噔噔噔噔，听，这是加速进化的声音。超能轻薄本认准 EVO 标，感谢英特尔 EVO 特别赞助播出。博士一进门，大概也许可能代替屋里所有人，感谢让生活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自在的博士指定赞助播出。暖暖就有好心情，感冒就用感冒灵，感谢治愈系大品牌999感冒灵指定赞助播出。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请赐教。怎么开心怎么折的三星提醒，下一个上场的喜剧小队是竭尽全力和少爷和我。加油！加油，姐姐！刘波，刘波，刘海，刘疤，刘波，刘海，刘疤，加油！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请赐教》，讲的是三个女侠一起约定比武的故事。我就是想没演过古装，我就想穿古装衣服演打戏，我觉得特别帅。我也是这样，对，就是嚓帅，就是快意恩仇。氛围搞起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笑看江湖几人回，请赐教。就三个女人在紫禁之巅决斗，就非常像我们三个到这个喜剧大赛搞喜剧是一样一样的。这段时间每天醒来练剑。四二三，走！五六七，走！你这个作品想表达的就是呢，我们都需要克服一些生活中的鸡零狗碎，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决战紫禁之巅，请赐教。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请赐教。你们来了，陆小美，马孤城，久违了，江暮吹雪。二位师姐，十年了，我们终于可以来一场对决了。天下第一女侠的名号，非我莫属。哦，问过我的剑了吗？你大可试试。皓月当空，紫禁之巅怎能无酒？说得好，来，干！等一下，刚才什么玩意儿划过去了？什么？没事，可能是我看错了。咱们再喝一口，干！就是这一下，哎，就是这一下啊！你说的是这个，啊，这个，啊，啊，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倒啊！我喝不了酒，不是，咱们师姐妹约了十年才约上，今天难得能来一场对决，是不是起码得喝两口？我骑马来的，不方便饮酒。我刚生完第三胎，我喝两口。回家孩子再喝我两口，那孩子酒量能和大人比吗？你细品品。二位师妹，咱抓紧时间决斗吧，子时我就得撤了啊。为什么呀？明天早上六扇门有个例会呀。抓紧时间。哦，行，那这样，那咱们今儿啊就打到子时。好。点什么呢跟这儿。来，请赐教。子时。哎呀，不是顾城，子时这一趴已经过去了。坏了，我家老三一到这个点就醒，你说他找不着我可咋整啊？你老公不是在家吗？他哄不就得了？对呀，他哄啊，
我不哄他，他都睡不着。哎，万一我家老三醒了哭了，把老二吵起来，老二醒了哭了，再把老大吵起来，他们仨站，鼓掌，鼓掌，那屋就是乱套的。鼓掌，鼓掌，鼓掌，呼吸，不焦虑啊，相信老公。好，注意时间，注意时间。哎，来，好，来来。要不去我家屋顶上打呢？那不行啊！你家离我单位多远呀？明天早高峰路上全是马，得堵死。这样啊，咱们今儿啊就在这儿打，好不好，顾城？不是，你们体谅我一下，我家老三才不到一岁，我单位干活的就我一位，我组这个局真的很疲惫，心力交瘁，瘁，碎，哎嘿，不会呀，不用硬呀。你们俩是不是有点下头啊？敷衍我呢？这什么话？我是特意等三个孩子都睡着才偷偷溜出来的。我也是请了年假才来的。行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些有的没的了啊，专心点打。好，来，请赐教。小美姐，谁在叫？阿信，你怎么还在这儿呢？我。尚书大人让你回去加班呢，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吗？完了，出大事了，完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我忘了，没事啊，我在群里给你找找。没事吧，小美？没事，快着点啊！不是这个群，也不是这个群。您到底有多少个群呢？啊，在这儿呢。皇宫附近发现一名长相猥琐的采花大盗，尚书大人命你火速缉拿，走。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他请假了，我请假了，你请假了，啊！但，姐，咱是007，假可以请，活得干。不是你，这位阿信是吧？啊，你没有空吗？我有。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大人让他去。你是真听话呀！不是，等会儿，哎，我就纳闷了，你们除了007就没有别的？就008、零有00后，叫他去。00后不加班。我这。春雪，这样我去去就来啊，走，回来。哎，不是，春雪啊，你，哎，春雪，别冲动，再商量商量吧。啊，吓我一跳。哎，这样，你就说他的马呀坏半道了，好吧？哎，对。但我们六扇门有修理厂。哦，那你就说他得大病了啊。对。我们六扇门有医馆。哦，那你就说他。我们六扇门有。我说什么呢？你就说有啊。你们六扇门还有没有点人情味了？那没有。我不管，今天我们仨要在这儿决斗，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去办，你别让他办。但是小美姐已经，小美已经死了啊，小叔都留不住她。我说的，听明白了就给我滚，滚，叫我滚。哇，解决了，走吧，决斗。哎，春雪啊，我真羡慕你。自从进了六扇门，天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越来越没有自我了。别这么想，小美，你就当上天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为你打开了六扇门。来吧，决斗。来。马哭桥啊，你睡眠质量挺好呀。不好，哎呀，三年没睡过整觉了，是那孩子太累了。理解，咱要干啥来着？咱要干啊？没事没事啊，一孕傻三年嘛。啊，那我生仨孩子不得傻七年呢？九年，是九年呐！哎呀，我真傻了，春雪，我太羡慕你了，没老公，没孩子。没工作，我不羡慕你了。你别说了你。哎，不是，春雪，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哎，春雪，你别咬我，一点不拦着呀。你这太厉害了，怎么学的？叫我来，行了，你俩，咱还决不决斗了？哦，对，决斗，来，来啊，请。哎，等一下。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每次我们要说那三个字儿的时候，就会被打断。哪三个字儿啊？请赐教啊！来了。谁呀？嚯嚯，还能是谁呀？京城第一少侠，白衣倾城，玉面郎君。吴成他老公，认识。对。
怎么成这样了？小美、吹雪，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楚公子。不不不，请直呼我的全名，楚留波。真没想到，多年未见，二位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呢。哎呀，哎呀，行这么大礼，你是，你怎么来了？糟糕糟糕，大事件发生！好好说话。完了完了，出大事了！老三醒了就一直哭，怎么都哄不睡，我就只能过来找你了。没事吧，孤城？哎，没事，都生第三胎了，你怎么还不回带呀？你把那奶嘴给他不就得了吗？就是奶嘴找不着了呀。临走时候不是在老三嘴里吗？老三睡着我就拿出来了。然后呢？老二醒了我又塞进去了，在老二嘴里呢。这不找着了吗？老二呢？在你后背呢。老三呢？哎呀，这儿呢，这儿呢。吓我一跳，我以为掉楼下了呢。这就是我们家老三。可爱吧？可爱啥呀，多一般呢。可爱，很可爱。你看，谁说可爱了？阿姨说可爱了，是不是？来，给阿姨表演个转刀呢。哎，阿姨给你表演一个耍大刀。耍大刀。阿姨再给你表演一个原地发飙。还打不打？不好意思啊。慢慢，哎，赶紧回去吧啊，我们这决斗呢。那我，哎，这怎么有个红包啊？马春雪儿。不能拿钱啊！妈，这被施压了，你给我这不能，这别收脏手，个孩子了，什么意思？快点，点我呢！我也准备，哎，你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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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撕巴了，我收债，我收债，都要赶紧撤啊！行，你赶紧回去吧啊！那你啥时候回来啊？干嘛呀？你不哄我，我睡不着。超困，超困。媳妇儿，那我先回去了啊！别走，别走了！你咋还返场了呢？长相猥琐的采花大盗抓到你了！说谁呢？这我老公。你老公是采花大盗？不是，你认错了，认错了，认错。认错有用的话，要我们六扇门干什么？你是不是早听我们大佬说话？不是，你大概是哪有问题？别别别，我跟你讲，是有孩子，认错人了。认错。子时已到，回家睡觉。子时到了，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超困，超困。告辞。哎，不是，去，不能走。没打呢，咱还。他们在这儿，咱还怎么打呀？你能打，能打，能打，能打的。哎，你上一边待着。你过去，去，来，好好打啊！咱这回一定好好打，行吗？来，请。等一下，那仨字儿不吉利，请开始。接招！媳妇儿，走啊！接招！走、啊啊啊！姐，啊，滚！快变！这人，他怎么是？又哭了！接招！不是，他怎么了？我的不是就不是呀？没看呢、啊！我看也没看，不是啊！怎么回事？媳妇儿，他一直哭啊！一直哭，你哄我好吗？我怎么哄呀、啊？哎呀！他俩就提前了，小美啊，顾城，春雪，你看看，你看一眼，这是不是这人啊？这是为什么呀？不知道，但是跳起来有一种集体荣誉感。你试试，老三给咱加油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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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绳呢，跟紫金之巅这儿团建呢。哎呀，春雪，没想到今天是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很想好好打，但是，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仨当年可是约好的，每年都到这儿来决斗吧？是是。但每年来的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想着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后年，我一等就是十年。哎，笑啥呀？
先是小美进了六扇门，说要稳定事业，支持，然后是孤城你结婚，生娃，生娃，生娃，理解。可难道我们还要再等十年吗？春雪，我这屋梁上有4328块瓦。房顶上有7832块砖，我每年我就自己一个人跟这儿数啊，我数你，你别数了。对不起啊，蹲下。回不去了，不是这样的。哎，怎么就回不去了？回得去。姐回不去的，再不回去的话，尚书大人说就不用回去了。你。媳妇儿，咱也走吧，这孩子我一个人真带不了。回吧，不是曲雪，我回吧。那要不明年咱再聚？明年还再说吧。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走走，快走。行，你也早点回去。哎，那我们走了，照顾好孩子啊。好，别光顾着工作啊，注意身体啊。你别送啊，千万别送啊。慢着点，走啊。哎，好，慢点啊。哎，扶着点波啊！走了！哎，来啊！请赐教。今朝有酒今朝醉，笑看江湖几人回。睡着了。采花大盗有什么难抓的？抓着了，御花园的花都让他采秃了。不是，他是采花的大盗是吗？用脚踩。你这公公，你赶紧辞了吧你。辞了你们俩养我呀？行，我养你啊。你们俩这大半夜的来这紫禁之巅，所谓何事？久闻江暮吹雪，剑法卓绝，十年未尝一败，今日特来领教。那就请赐教。请赐教。这个作品来投票，三二一，来，有请演员。大家好，我们是少爷和我姐。这个作品说说呗。我们三个人其实刚刚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跟女侠相关的作品，就觉得特别酷，就觉得快意恩仇的。对，然后结果这次就在这个赛段就实现了。然后这个赛段不是我们的故事嘛，然后这个也是其实跟我们身边自己发生的故事也很贴近。对，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想表达的，就不管生活中有多少事儿，但是最后呢，就是别忘了你最初当时的那个最初的梦想。最初的梦想，对。
你们这作品这么说，我们说了都没用，得问玛丽。对对对，得看玛丽有没有同感。我超级喜欢这个作品，谢谢老师。其实这个作品如果没有做了妈妈的人，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感同身受，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爆笑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感触啊。但是我从你们一亮相到后来，其实后来我眼泪都出来了。咱抓紧时间决斗吧，子时我就得撤了，明天早上六扇门有个例会呀。不是，你们体谅我一下，我家老三才不到一岁，我单位干活的就我一位。我就是觉得你们演的就是生活，真的太生活了，因为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我就觉得舞台上的那个人是我，是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职场女性。女性在你结了婚当了妈妈以后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要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缺失对孩子的陪伴，所以你要几面都关注的话，都照顾到，那辛苦的只有你自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所以太棒了，我超级喜欢这个作品。谢谢老师。真好。玛丽，你孩子两岁是吧？两岁半了。生活当中你老公帮得上忙吗？他就是经常会陪孩子玩，我觉得我老公这一点还是让我挺欣慰的。不像那个货似的哈。没有，比他爷们儿一些。楚留波，楚留波，楚留波，他怎么想的呢？但是我要说一下啊，其实我从一开始，因为他们前面两个作品也都是从各个角度剖析到了一些女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也像刚才玛丽老师说的这样。但是今天我没给你们投票，因为我希望在喜剧的这一部分可以想办法再加强一下。那个刘波，那个你前面那个少爷和我播出了，你们俩自己上微博看反应吗？看了，还上热搜嘞，你们俩互相恭喜了一下没有？就这两天没提这事儿，因为一直在排练。但是我自己偷着乐了。啊。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山口直播间师哥们都在这儿，山口上过热搜吗？哎。一次都没有吗？被骂上过了。好像是有一次讨论，就讨论喜剧高级不高级，好像那次被骂上去。我反正特别感同身受，老师。但不是这个话题啊，是我对你们用这个兵器那个环节。很高级啊，很高级。对，就因为很帅很帅，就最后那个镜头那个雪花刷刷一飘。要是能换成红缨枪的话那就。对，那个就会更好了。很帅很帅。好，我看一下分数吧。9200分。谢谢大家。看一下组委会分数是400分，谢谢老师。来，我们看一下总分是9600分。谢谢大家。一会儿见，拜拜。请赐教呢，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他是真切的去关注，女性的那种苦恼、困惑，然后她们生存状况里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引起共鸣是真实的。但是有些作品，如果这个共鸣点没有打得特别准的话，你就是抓不住观众。报告指挥官，200米开外发现涂总经理，目测也要进入电梯。总经理，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他要是进来了就完了。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一直在使劲儿，一直在使劲儿，就没劲儿了。就是即便有他们俩在电梯里演，也没有完全看懂。哎，这个云长得好像然然养的那只猫啊。我要是他养的那只猫就好，随便打个滚都能让然然开心。要不我也试试。咦，就那个猫出来的时候就怎么看怎么喜欢的。哎呀，我说实在的，我这可能说话又不好听了。我感觉我看了一个就叫喜剧 MV 嘛，我就觉得我看了个 MV， 我就没怎么笑。好，京东新百货，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遇人不熟。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一个海盗主题的一个作品。棒棒棒棒棒，咦，擦，你看颅顶蓬松了。对，好方便啊。到马上要录制的时候推翻了一个本子，这是最严峻的一次，崩溃了。就是让我在上面，我上去我顶缸，人家就是说能那个好笑吗？能好笑吗？就是这种感觉。现在本子进度是啥样的？进度啥？没有进度，现在进度不太好。进度很好，进度很好，这就是连排。咱把咱现在排的东西连一下。感觉小月需要点信心，他现在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哎，他有信心，他有信心。我们用我们的能力看看是不是帮你们把这个剧本给你们改成你们想要的。对，就是真男人，你懂吗？就是酷男，就是男人。怎么了？顶天立地啊，就是这个感觉，真的。刘同现在刚才一句话，一大手一挥，都会睡觉四个小时，把本写出来。凌晨3:30，他给我发微信，咱们这样是不是能更好？咱们那样是不是能更好？快5点了，给我发一个本子，发了得有十几条吧，对，很长的条，十几条40秒以上的语音。发了什么？凌峰，凌峰睡了吗？我们不是今天一直在聊那个就海盗那个东西吗？从欢迎桥听到安华桥。他的回复就让人很安心，就放心，没关系，一定会解决的，先睡觉。来走，噔噔噔噔噔噔，哎，对，六六，哎呀，六六，哎呀，对，你今天换一下，你带他走。他们俩现在其实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自信。我们的自信是他们给的，对对，是的，我们一定会更加油，更努力的。来，王，起床了，起床，有信心吗？有，只要动起来，嗯。就你俩最远，转一下。我们两个组是非常互补的组，肯定是比我们两个组单独拿出来要强很多的。跟某某某在一起，我们心里也有底了，本子也有底了，一切都有底了。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度过这个艰难的赛段。我们现在就是战友，炸翻了，好吧，三二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故事主题赛下一个作品是遇人不熟。天空有一只飞翔的海鸥，海上有一群自由的水手，心中都以为自己是罗密欧，手上握着朗姆酒。突然一道闪电，海神在我面前降临，拔出手中的宝剑，它是我的战利品。听我的，水手们，等人质家属交了赎金，我带你们去多拉布列店好好快活快活。大副敬我们的船长，喝！二副敬我们的船长，喝！人质敬你们的船长。哎，喝不动了，肚子有点不舒服。大副、二副，人质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船长放心，出什么事儿我来扛。
两位人质，船马上就要开了，如果船开之前我还见不到钱，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歌也唱了，舞也陪你们跳了，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赎金马上就到。而且我从小就是个海盗民，你们的规矩我懂，走了之后绝对不能出卖你们，因为我们也没看见你们的脸，是吧？我这不就看见了吗？就你们现在这个处境还在这讲条件，我告诉你，就算赎金到了，能不能走也要看我们船长的心情。卑鄙无耻，出尔反尔！哎呀，好丑啊！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老婆别睁眼，不能让他们看见你的脸。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小婉，婉约，修啊，寡约。弄疼你了吧？没事。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是什么情况啊？二夫哦，什么情况啊？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左凌峰，凌峰，这是我最好的闺蜜管月。Hello， 凌峰。Hello， 凌峰。Hello，Hello。这闺蜜啊？对。那既然都熟人，是不是能给我们放了呀？行，你等一下啊。啊。哎，咱们俩多久没见了？多久？4年9个月03天，你记得可真清楚啊！对，你老婆记得可真清楚啊！哎，老婆，老婆，你等一下啊！哎，你最近在做什么呀？海盗啊！这不把你俩给绑了吗？哦，对，瞧我这脑子！你呢？你怎么来这儿了？你把我俩绑来的呀？你瞧我这脑子！你看咱这脑子，既然都是熟人，先给我们解开吧。等一下，凌峰。钱不到你走不了，不能，这我老婆闺蜜，你确实走不了啊！你不知道你有多值钱，这么一大笔钱，你有吗？啊，用不用我给你添点儿？哎呦，这也行啊！你又这样，我又哪样？你以前就这样，你瞧不起谁呀？我自己能行？你行什么行？你就别跟我犟了。就是你别跟人犟，你怎么跟我闺蜜说话呢？我这不顺着你说话呢吗？我的闺蜜。只能我来说，管月你可真好，修吧，兄弟，不懂了吧？女人心，海底捞啊！哎，老婆，老婆啊，你这……哦，对了，你结婚了吗？我又聊起来了吗？这我连男朋友都没有，为什么呀？说来话长。啊？什么？大夫，哎，钱到了吗？没有。没有，你好舒服啊！坐累了，站会儿。抓紧，我去。两位，你们也听见了，船马上就要开了。我要是还见不到钱，我就把你撕啊！没好痛。哎，船长，船长，老公，老公。你没事吧？你还记得我呀？你等一下啊！我这年轻人，船马上就开了，我的赎金怎么还没送来呀？里边的海盗听着，我是人质家属，哥，我在这儿呢，哥。臭臭，哥给你送钱来了。你别叫我小名，哥。你还好吗？我还行。弟妹还好吗？她呀。他可太好了，太好了！我进来了啊，我先加个班。那我也先回归一下家庭。哟呵，挺懂规矩，自己戴着头套上来了。我和我弟从小就是海盗迷，所以我懂你们的规矩，我绝对不会看到你们的脸，这不就看见了吗？管月，赵唯一，管月，赵唯一，你俩认识？何止认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有话说，没话说。不是这样的。看来是没话说。怎么了，管月？他谁呀？嘿，是咱哥呀。我知道，哥，你是谁呀？我是管月男朋友。啊？前男友。
我们已经分手了。哦，分手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还没有同意呢。我管你同不同意。我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都不会。哥，咱说点正事儿吧，你把赎金给他，放我走。好，以前的事情不提了。关玉，这钱拿着。等会儿，这什么东西啊？分手费吗？这是我的赎金呢，老婆。谁稀罕你的钱？我稀罕。拿着你的臭钱走。那是我的钱。好，我走。管乐，你别后悔。你回来。你回来。这可是你让我回来的。我叫你回来没用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走了。去你的，肉麻！哎呀，好了！哎呀，烦死了！好甜呀！啊！不要走，兄弟，不懂了吧？爱情大魔咒！你上一边去！关月，这钱拿着。哎，是不是拿了钱了？是不是？放我走！等会儿，为什么等啊？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啊！小婉，这钱你拿着。干嘛？你结婚我都没随份子。那这不行不行啊！你这不行。哎呀，小婉你就拿着，这是我们两口子一点心意。是这是什么？这是一码归一码，这是你辛苦赚的辛苦钱。哎呀，这是给你的份子钱。我不要，你拿着。我不要，你拿着。行了，老公，你看非塞给我，拿到我这儿来了。老婆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老公，你点醒我了，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当海盗吗？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留在这儿，咱们都当海盗，咱们就不走了。好，这样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对，你说呢？家里边你说了算。来，你给我翻译翻译，他们仨什么意思？谁 say stay here what what 的？你谁？谁能放我走啊？里面的海盗听好了，我是海军大将，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让你们不放我走，现在海军来了，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滚！海军大将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今天咱俩好好会会他。管乐，小心啊！嗯，兄弟，你放心啊，我没事啊。谁问你了？快点！爸！爸！啊！爸！嚯！儿媳妇，儿子，海盗，儿子，海盗。林峰，我知道你从小是个海盗迷啊，但你跟海盗打成一片，你要气死爹啊！你看清楚一点，我这被绑着呢。好你们这个海盗啊，居然敢欺负到我儿子张唯一，我儿子左林峰头上，我张佑维绝不答应。哎，等一下，你为什么姓左呀？我跟我妈姓，行吗？你们谁是谁弟弟？你上一边去。今天就替天行道，为民除。叔叔。嗨，爸，他就是管乐。叔叔好，我漂亮。哎呀，愣着干嘛呀？快坐呀！快坐。哎呀，管乐，别愣着，给爸倒水。你说的对对对。哎呦，这姑娘真懂事啊！做什么工作呀？海盗。哎呀，巧了，叔叔是海军，咱都是海字辈啊。爸，管乐也是我最好的姐妹呢。那凌峰，你跟你哥这又是兄弟又是连桥啊，好一个双喜临门呢、啊！还有没有个正常人了？有爸，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没一撇啊？我不给你彩礼钱了吗？那不是借给老二当赎金了吗？哎，赎金，对你终于说回来了。钱呢？哎，在我这儿呢。小婉啊，你哥呢？现在他这么一个爸，这事儿你不用跟我说，不是一码归一码。这肯定是我哥的彩礼钱呀。哎、小王懂事儿啊，彩礼钱。谢谢爸。管乐，爸给的。不要。哎，他还不要。爸给你就拿着。你就别客气了，拿了我家的钱赶紧放我走。怎么跟你嫂说话呢？怎么跟我闺蜜说话？那是我赎金呢、啊。那是彩礼。凌峰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你哥多大年纪了啊？
藏狐拖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孰轻孰重啊？孰轻孰重啊？王爷好，这钱你要不要的话，叔叔可就扔了啊！不要了，别别别，那我就收下了。谢谢爸。哎呀，这就改口了，这就。小婉，这钱你拿着。干嘛？这份子钱你必须得收着。你看，哎呀，爸，来来来，还你钱。哎，懂事啊，儿子。哎，彩礼钱，谢谢爸。管乐啊，爸给的。哎，这打上天了，这还。小婉，哎，份子钱，你看你爸。哎，还你钱。真懂事，儿子。哎。彩礼钱，谢谢爸。管乐，哎，爸给的。我的赎金呐、啊，份子钱。我的赎金，还你钱。我的赎金，彩礼钱。我的赎金，爸给的。份子钱，彩礼钱，爸给的。赎金，赎金，我的赎金，他就不能是赎金。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让我走呗。对，明白。船长，你出来，你掉坑里了。我的赎金到了，放我走。哦，钱呢？钱呢？没有。大副，你看见了，我钱是不是送到了？没有。你们为啥不让我走？我自己找钱呢。哎，钱给我。你等会儿，凌峰，等会儿。等什么呀？我等很久了。管乐，哎，不对，我现在该叫你嫂子了。哎，小婉能交到你这么个不着调的朋友，可太不容易了。你俩好去吧，你俩。冲冲，别叫我小明哥，咱俩都是海盗迷。哎，就你迷上个真海盗，我祝你百年好合，姐。哎，爸，别操那么多心了，歇会儿吧。你就，老婆，我实话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我真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我感谢你们4年9个月0.3天对我的照顾，但是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求你们了，放我走吧。去甲肾上腺素一毫克，静推，来准备除颤，继续，300焦。谢谢你，严大夫，但我累了，我想走了。And you're not gonna take what they've got to give, and you're not gonna take your will to live, because they've taken enough, and you've given them all you can give, and love won't save them.不走了，不走了，不想走了，行吗？不行，大哥，你钱都交了，我的家人还没有放弃我，我也不想放弃。嘿嘿，你这样让我工作很难展开。你滚一边去！你必须走。抄家伙！给这个作品投票，3、2、1。
来，让我们有请演员。来吧，介绍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张唯一。我是管乐。我是张小婉。我是左凌峰。我是刘同。我是严佩伦。哎呦我去。我是严佩伦。哎呦我去。不是到这儿该有包袱了。我是包袱。我是张佑维。佩伦，你这是第几个了？我这是第这一轮一共是第三个。第二季你上了多少个？第八个。嗯。哦。我估计他俩琢磨，早知道早下来了。就是，太开心了，放松，你看了没有？跟比赛的时候完全不一个状态。对对对，因为这个演砸了，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那不能演砸，演砸之后谁还找来？好，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佩伦，谢谢佑维。这个作品。好像也是以终为始倒过来设计的是吗？不是，这个作品一波三折。讲讲。虽然这个是我们两个就是主创，我和管乐主创的作品，但是其实就是基本上我们两个作品都是就在一起混为一谈的这种。他们帮助我们很多，然后这个本子就一直在推，就是各种换 game 点，各种换。尾巴上那个大翻转是最后加上的是吧？对，是最后加上的。我觉得特别棒，我觉得这最后这一番要是没有的话，可能这个作品整个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太绝了。这个是谁的主意加这个翻转？哦，真棒，谢谢谢谢，真棒。来，刘彤，你说说这个设计。当时是找不着底，然后我就看说都是左凌峰的朋友家人，我说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什么呢？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来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冥河船夫，就是那个卡戎的那个故事，就是他讲的是从人间到彼岸中间有一道冥河，他是个船夫，要一枚金币。我说刚好有赎金有家人，有没有可能是走马灯，就是这么就想出来的。对，这个特别好，而且我觉得那个严佩伦，刚开始一直感觉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到最后他的那个一击掌，那个咚咚一出来的时候，全都有了。计时，300交。大叔，哎，钱到了吗？没有，没有。兄弟，不懂了吧？女人心，海底捞啊，不懂了吧？爱情大魔咒啊！你上一边去。这个缝的特别棒啊，最后这个底，真好真好。刘彤身上那个帅劲儿，可能跟他们真实的创作也有关系。他就等于在两个作品里都是很重要的那个角色。但他在两个作品里都是出场时间最少的那个角色，所以他从那个至尊宝到这个船夫，就是深藏功与名。其实我觉得挺对不起刘彤的，因为我们两个组混搭以后面临共创以后，然后就面临的角色的分配的不均的这个地方。刘彤呢，他就会勇于第一站出来说他去做那个插花，然后本身刘彤他是一个很有导演能力的人，他也是做过导演的，所以在这两个作品里面，刘彤的导演能力、音乐找音乐的能力、剪音乐的能力，全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就是很高的箱子，就是把这个箱子塞上，把这个孔给遮上。动动你。因为有音乐没剪完。太棒了，真棒了，就是才华横溢。刘彤，来看看分数吧，看一下遇人不熟的观众得分是9900分。谢谢大家。
组委会得分。总分是10400分。好着呢，哎呀，太难了，没关系，都过去了，过去了。哎呦，刘萌良压力太大了，这个本子基本上都是靠他的节奏在那个地方，他又使不上劲儿，但他又很重要。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凌峰发挥不好，我们这个都不是喜剧，对，垮掉了，对，是的，整个段子都会垮掉。对，我们俩请客，对，我们请客吃火锅，吃火锅。那我们吃的可多。我就觉得啊，你看他们这个作品，第一是满台没有坏人，第二是人和人之间，他是戏剧的紧张，但是人和人是松弛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都能找到一些有温度的连接，然后再串在一块儿，然后他放在一个悲剧的压抑里面，最后砰又给你释放出来，他还是有他的内在规律可言。有，当这么一个比赛，然后卡在2天里，必须要出一个拿得出手作品的时候，两个啊，最不能垮的是自己的那个，就是对创作原点的那个坚持。玛丽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经历过。那沈腾老师那个喜剧人大赛的时候，最后一期也是这样哈。比这个还惊险，是别人的作品已经开始了，我们抽签，我们抽到了最后一个，我们索性就有时间可以调整我们的本子，因为当时还没有结尾呢，我们就在别人演的过程中，我们现场写词儿。人家又在演，我们一边在写，说这面最后一个字完了，说马上上场了，就冲上去。哎，你看，这就是能力，你知道吗？本来是个 bug， 他给修复了，知道吗？哎呦，太紧张了，我都快哭了。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种现象，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情急之下，有一些演员，有一些团队，他是可以自洽的，在舞台上，真的这个也是一种能力。是。他们就1000多场舞台剧的这个经验，再加上默契，对这一段，我你先去想其他演员，我在这儿捋我的词儿，然后每一个人就是分配的都非常好，然后当你上舞台了之后，这就是集体的力量了。哎呀，最近和小婉视频要一直关着头，保持角度，脖子好酸呐。主公莫慌，微臣有一宝物，定能助主公解除烦忧。宝物，至尊宝，速将宝物呈上，知道吧？别催了，我说了，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主公且看，哇，3星 Z Flip 4，立式自由折叠，舒适角度，它能给主公脖子不受累。哇，这折哎！没错，折叠就得看3星。Hello， 小婉，你有一个我要送给一个礼物，哎不对，但是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是吧 ？Hello， 管乐。跟他们拼了！我这枪应该是坏了，我这个枪啊，肯定是被火锅给泡了的。信哪一个抛开替把枪放火锅里的？烧蕊了，没事，打电话摇人，是没有信号，我死定了呀！哪里四周转转呢？请四周转转，我来。四周转转，周转，周转。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好，本场所有小队都已经表演结束。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下面是京东新百货结果公布时刻。并列第一的是某某某和小婉管乐，并列第三的是阿奇与阿成和酷酷的天放。排名并列第五的是竭尽全力和少爷和我，排名并列第七的是九口人和胖达人二，排名并列第九的是适可而止和偶夜，排名第11的老是好和李豆豆，
积分赛还有两期，到底谁能够晋级决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本节目由酷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感谢儿童牛奶大品牌原生营养 QQ 星联合赞助播出。手机随心折，快乐不打折，本节目由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杜小满特约赞助播出，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下载 APP 赢好礼。感谢给你双屏互联畅爽体验的都市高能 SUV 别克昂扬行业赞助播出，超能轻薄本认准 EVO 标，本节目由英特尔 EVO 特别赞助播出。我要生活自在，来个博士洗烘套装，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指定赞助播出，暖暖就有好心情，感冒就用感冒灵，感谢治愈系大品牌999感冒灵指定赞助播出。本赛段小队重新组成了新的喜剧大队，即将开始两场帮帮赛，第一场师哥师姐帮帮赛。哎呀，这两位这是漏电了吗？我觉得我死去的记忆是在那袭击我。我脏了。我佩服姐姐们的勇气，跟她演感情戏基本上叫核污染。我感觉我想把这两个指头都进到她的眼睛里。你咋来了呢？有没有可能我住这儿？哎，这叫什么话？把错位做到了极致。放手，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害羞。我喜欢你。已经有了一个刘波世界是吧？那得叫刘波宇宙。很棒很棒，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吧。赢了，赢了！打开爱奇艺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每周五晚八点，会员抢先看，爱奇艺及七果 TV 全网独播。电视看喜剧大赛就用七果 TV 大屏，让你乐不停。想看更多喜剧大赛独家幕后故事，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东西门喜剧人们”，等你来敲门。有喜剧梦想的你，想参与喜剧大赛下一季吗？想和节目中的喜剧伙伴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喜剧作品吗？属于你们的校花学院开学了，无论你是演员编剧都可以报名加入校花学院，学习喜剧创作，找到喜剧搭档，创作和表演属于自己的喜剧作品，也有机会加入喜剧大赛第三季。微信关注东西门，回复校花学院了解相关信息。上爱奇艺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观看更多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爱奇艺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更多精彩等你解锁。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晚八点抢先看正片，还想笑得更大声，快来随课投稿节目相关创意短视频，让快乐更简单。上爱奇艺便知，跟阿球学习新喜剧，创作属于自己的 sketch。电视看喜剧大赛就用奇异果 TV 大屏，让你乐不停。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上微博搜索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参与二喜名场面互动。上微博参与喜剧大赛高光回顾话题讨论，重温名场面。关注新浪娱乐，更多资讯早知道。上知乎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看热门作品选手精彩亲自答。肯定是喜欢的，你就等着他来跟你告白就行。谁先输，谁就输。行。鸳鸯锅，好玩。他肯定是赢的，你们等他先赢一个，谁先赢谁输。好。Hello， 这是我哥们的衣服。哎，多久了 ？Hello，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Hello。哎，天气冷了，能喝点热水？啊，谢谢你，这是贴心的礼物。不客气。好。哎，你干嘛呢？我进来了。我看看，喝点热水。上百度 APP 搜索问一问，真人一对一在线解答，看喜剧查单词，在爆笑中快乐学习，学外语就用网易有道词典 APP， 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了解更多节目信息，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圈一下你最喜欢的喜剧人。感谢独家媒体社交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特别合作媒体知乎，感谢特约合作媒体莉莉城，感谢特约合作媒体爱奇艺综艺，爱奇艺随客，爱奇艺 VIP， 奇异果 TV， 爱奇艺便知，扎克尔，湖南娱乐 YY 直播，百度百科，百度知道，小宇宙，大眼娱乐，小风景，界面新闻，橘子娱乐，好看视频，豆芽表情，高能一辈子。
Thank you.